台南市安定区，位在台南市西南方，属于嘉南平原的一部分。这里的空气是自在安定的，平静的乡野里蕴藏着无限生机，默默耕耘着每日的生活。一大早，天还没亮，巷子里已经飘出了阵阵香气。祖传的老字号，随着时间添上了新的面孔，依旧不变的，绝对是古法和品质的坚持。三年一颗的烧王船，让居民团结在一起，共同祈求未来三年的平安顺利。宋江镇的前身是清朝居民为了保卫家园形成的武术团体，如今是台湾南部重要的民俗技艺。农民以谦卑的心依附着天地生活，所求的也只是一份安定。安定区首创的24小时超商借还书服务，让知识的传递缩短了距离。安定区全国独创的老人陪医服务，让独居的老人能够在需要的时刻得到及时贴心的陪伴。最幸福的生活是过安定的日子。
我在安定，感觉到幸福与安定。